小燕子李胜和尔康李佳航公开恋情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两人早就见过双方的父母，也是奔着结婚去的。近日李胜对外披露他和李佳航的婚期在明年，网友感叹还珠格格出番外，小燕子和尔康在一起了。李胜在微博中晒出一组与李佳航的合照，两人都敷着黑炭面膜，就这么大咧咧的出门了。网友直呼黑面双煞，你们好。李胜说好久没有一起散步了，路人都被我们感动哭了。网友才不信李胜的说辞，反驳八成是被吓哭的。明星敷着面膜出街的不少，但敷着颜色如此出挑的黑面膜出门，李胜李佳航真是勇气可嘉。有网友点赞道，明星出门这一招不错，这一招真的有效，没看到李胜李佳航身边都没有路人吗？大家都远远的躲开了，给他们独处的空间。夜宿的新闻中心，沙报道。